跳不是跟这不一样吗？啊，如果你要转弯的话，你要转弯的话，就是要立体造型的话，嗯、不是焊完哦，不是焊完直接折哦，你一定要加热再折哦，不然你的那个背胶会被你扯下来。边焊边折、哦。对，好这样子。慢。等它停了才可以放手哦。你不要还没有铁还没有凝固之前你就放手，那东西一定掉下来。可是记得你焊完之后，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沟，所以你必须要来补这个沟。那我们再砍下去。对。平的时候也要吗？平的时候也要。另外都要焊，它另外都要焊。你没有处理你的边框就是铜色的。它等一下用另外包起来再用，不然光靠铁丝来用。因为加热，它中间有连接中间，都应该是内外都会都一样。里面外面都一样，我看它结构是这样子。啊，当然你可以把它补满。这要这样，所以它的薄就会。它等于是外面一个内外先住的那个链条一样，有没有？比较不好，内外都有砍住。你看，这样推这样子而已。另外一个网子、啊，一点点而已。网住、嗯，要不然会它贴紧那边。我刚刚推那个边边是只有一点点而已。然后你看到、哦，如果假设这边我把它抹上注焊剂，然后我再推一次，看会差很多。均匀，怎么样？马上全部都有。是帮助它推。对吧？这边就全部都有，这边就只有一点点。是用来降低熔点。太亮了啊！这样，对吧？这边我没有抹助焊剂，它就只有一点点，这边就全部都有。我的助焊剂它会帮忙流动。每次焊的时候有分正反面。没有差。这所谓的正反面是指。